真的，其实掌声对我们来说真的不是很重要。自从我离开了，不在你身旁，身边有你会唱，依赖妈妈，知道你害怕一个人会孤单，但也不用急着不守他。明天却还没到，就送玫瑰花，你大清早买早餐还送到家。看日落，那里买些油麻花，还买通你的妈。她只是想要啪啪，只想跟你啪啪。相信我吧，我的真的是短，不要跟你废话，只是想要啪啪啪，千万别随便跟她回家。她只是想要啪啪，只想跟你啪啪，一个电话说的我没有下。Thank you.